今天这支视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艾诺奇常态酒红眼部四件套刷的使用方法和画红色系眼影的技巧。第一步，用 L104 小号眼影上色刷蘸取哑光珊瑚红色眼影，画在上眼皮三分之二的位置。这把刷子的抓粉力很好，担心眼影画重手的话，建议画之前抖掉余粉。第二步，用 L106 大号眼影打底刷晕染眼影边缘。L106 是一把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的晕染打底刷。第三步，用 L119 锥形眼影晕染刷蘸取哑光红棕色眼影画在眼尾。第四步，用 L104 小号眼影上色刷蘸取哑光红珊瑚色画下眼影。第五步，用 L113 眼线刷蘸取哑光深棕色眼影画眼线。第六步，用 L106 大号眼影打底刷蘸取偏光蜜桃色眼影整体晕染。